当地时间六月六日，塔斯社援引赫尔松地区官员的话报道，赫尔松地区的上游的新卡霍夫卡水电站大坝遭到破坏，部分地区正在遭受水灾。俄乌双方均指责是对方实施了破坏大坝的行为。那么是谁炸了这座大坝的呢？目前看来，俄乌双方均有动机。自从去年四月俄军攻入赫尔松州的首府赫尔松市以后。 乌军用海马斯火箭炮炸毁了第聂伯河上的安东诺夫大桥，多次轰炸新卡霍夫卡水电站，企图切断攻入第聂伯河右岸俄军的后勤补给和撤退通道。不久之后，新上任的俄军前线总指挥苏诺维金做出艰难的抉择，将位于第聂伯河右岸的俄军全部撤离到左岸。既然如此，乌克兰再去炸新卡霍夫卡水电站大坝，从军事意义上讲没有意义。 反而是为自己大反攻设置障碍，但是从政治方面来讲，有很大的好处，因为克里米亚半岛的淡水供应主要来自地蝶薄河，一旦停水，将引发克里米亚居民的恐慌和内乱，增强对俄罗斯的不信任度，为将来收回克里米亚造势。对俄罗斯而言，面对乌克兰不断叫嚣的大反攻，俄罗斯必须有所准备。乌克兰大反攻的方向。 最大可能的是从赫尔松向克里米亚进攻，最后夺取克里米亚，这是普京总统绝对不能接受的结局。因此，俄军早做准备，炸掉水坝，迟滞乌军大反攻。就像当年国民党军队炸开黄河花园口，阻止日军进攻是一样的。但是，俄军这样做的后果是很严重的，断了克里米亚的水源不说，导致沿岸数万群众的房屋和财产被毁。 不得不背井离乡、颠沛流离，所带来的人道主义灾难也是十分巨大的。其实炸开水电站大坝对俄罗斯来说弊远大于利。关于是谁炸了水电站大坝，只有乌方指认是俄方所为的信息，而俄罗斯媒体保持出奇的沉默。乌方认为新卡霍夫卡水电站为俄军所控制，俄方没有提供水电站大坝遭到外部袭击的证据。 一定是俄军预埋了炸药，在关键时刻引爆所致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获知这一突发事情后，当天在社交平台上称：“新卡霍夫卡水电站大坝遭破坏，向全世界表明，必须将俄军从乌克兰的每一个角落赶出去，连一平米都不应该留给他们，因为他们会把每一平米土地都用来实施恐怖主义活动。只有乌克兰获胜，才能恢复安全。” 而这场胜利终将到来，恐怖分子不可能达到目的。用水和导弹或其他任何方式都无法阻止乌克兰。表面上看，乌克兰好像是无辜者，但实际真相可能复杂的多。各位朋友，你认为新卡霍夫卡水电站被炸究竟是哪方所为？欢迎评论区讨论。